志同道合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，是一家集颗粒水溶肥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农资企业。十年来，志同道合肥业始终以让全球农业增产增收为使命，秉持团队激情、严谨、有爱的核心价值观，不断发展壮大，再遇前行。公司下辖寿光石志同道合肥业有限公司、山东巧克力肥业有限公司，是中国农资经贸秘书长单位，中国肥料十大优秀出口商，目前已成为中国颗粒水溶肥行业的领军企业。2013年8月，志同道合肥业与中科院合作，潜心研制通过低温细胞冷压裂变萃取技术，成功提取出一种聚合酸性物质，它是一种粘稠性小分子精华物质，我们命名为蜗牛牛状素。巧克力将蜗牛提取物运用到农业领域，推出开创肥料行业的新品类颗粒水溶肥巧克力产品，从此改变了水溶肥是液体和粉状的历史。同年10月，公司凭借对全国市场发展的信心和独有的品牌战略眼光，在全国各地成立巧克力品牌营销推广团队，大力开拓全国市场。一时间，巧克力棕色的颗粒劲儿更大的宣传语在业内广为传颂，巧克力品牌从此深入人心。2015年9月，巧克力代表中国新型肥料参加一带一路农资商贸论坛，被商务部评为中国农资经贸秘书长单位。同年，巧克力颗粒水溶肥荣获中国好肥料称号。2018年6月，志同道合肥业新厂正式投产，顺利完成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换代。2019年，公司获得中国肥料十大出口商荣誉称号，巧克力成为中国颗粒水溶肥行业的领军品牌。从品牌创立到飞升海外，从快速打开中国市场到远销韩国、越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澳大利亚、埃及等22个国家，短短10年间，一群被农资界称为狼之队的志同道合人，因为梦想的力量，创造了农资行业发展的奇迹。志同道合肥业开创颗粒水溶肥新品类，创新思路引领农资行业快速发展，成功将中国制造农资品牌推向世界舞台。一带一路出口22国，颗粒水溶肥第一人巧克力享誉海外。未来，志同道合人将继续探索新格局，不断创新，为全球农业增产增收贡献力量。